用什么做棒棒糖啊？用什么？三最不喜欢的一个蔬菜是黄瓜。这是棒棒糖，这是棒棒糖，它咬口，啊，这是黄瓜，咦，这是它的生日礼物。你觉得它吃到这个黄瓜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开心吧。喜欢哪一个？干嘛？哎，开心的样子要把它录起来啊！哪一个比较像辛德瑞拉？你看，好漂亮！谁吐水？三，你会晕吗？如果你吐的话，就吐这里面，吐下去。三，头会晕吗？吐满车。